板是吧？我看你那看得到的，那能看得到。你看那个地板面上有一层透明的，看到没有？啊，有一层透明的板，你看，就在那两个有两个压的东西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两个压的东西，那个底下就是一个 PC 板。 表面你那个做完那么多，就说你那个模具啊，夹子，夹子我已经全改了，啊，现在那个牌儿全都是25。 胶水使用的，这边放满了，一边放满了以后，它就可以放另外一边。啊，对对对，它自动的。 传感器，你看这里有传感器，这卡上的这个传感器的位置，一边都有传感器，上面那个传感器的位置呢，它就自己切换，啊，大概是200多线吧，应该是，一盒的卡。 能，应该是能，可以的。我放卡。啊？啊，现在这一盒快上完了，没了。 我这在楼上呢，要在楼下，要在楼下揭晓。嗯。
你看啊，那边是发草的，这边是拍照的，这里是看叶子，这边是收草的，那草的颜色不一样。啊？听不清，我这里噪音比较大。这显示速度，速度肯定到不了三千。这个可能就是2000左右。它这个速度太快了，那个卡，那卡会那个颤抖，走的时候它会颤抖不行。就是那个卡，你看这夹着那个卡，它会前面会颤抖。200张左右，估计的。这风筝啊。什么？啊，我这个我在看第二盒，第二盒。那就放下个模具。行，我感觉到这看面还是挺稳定的。啊，我那个温度可能有点差，这个好像是有，可能要搁点温度。